看他们呢能够实现今天的这些有限的成绩，离不开我们很多的设备的供应商，比如说乐通，他们在整个的木加工的领域能够提供很多定制化的生产的设备。那我认为包括他在内，国内这些一线的木门品牌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选择，主要是两个关键词，第一个是创新，那第二个呢就是品质。紫燕威力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合作了，第一方面它的一个产品的精确度非常非常高，第二个是它的终端的后期服务，那威力就会帮我们做一个快速的一个技术服务。其实图森公司啊早就已经开始使用我们著名的威力四面报，凭借良好的口碑以及我们威力在中国的服务保障，让图森高端定制产品品质得到了保障。豪德的稳定性跟一个智能化管理吧，使我们挨家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，自始至终觉得豪德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豪德激光分辨机经过了5年多时间的一个研发和技术的革新，打破了国外的技术的一个壁垒，然后生产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产的激光分辨机。我们跟威特动力结缘的第一台砂光机是在2018年，设备这一块，我在砂光这一块，我目前呢应该一直都是在用威特动力一个品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又有这种先进的琴键式砂光机的技术，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服务上，A8 空间的马总都是非常认可的。我们先达的话跟志邦家居呢是从2019年开始合作的，志邦家居的话对先达智能木工钻体加工中心的是给予比较高的评价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们一直跟兔宝宝保持着一个密切合作的关系，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的产品有了不断的创新，我们的服务响应速度也在不断的提升。 WMF 国际木工展 WMF 国际木工展协同自创永续，协同自创永续在虹桥国家会展中心，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，期待与您相约。最后一处展会圆满成功。